嗨，大家好，欢迎走进老兵说武器。空中打击力量的不断改进，使得其打击面积和打击精度以及其杀伤力变得越来越凶残。为了减少作战中由于空中打击力量带来的巨大伤害，防空导弹也在不断的演进中。到现在，防空导弹和空中打击形成了相对对垒、互相促进的局势。特别是现在核弹的出现，其杀伤力更加的强大，防空导弹也变得越发被重视起来。所以现在防空导弹解释变得非常的先进，能够拦截很多空中飞行的战机，而且针对不同的机种也有着不同的导弹。苏联原来有一款非常强大的防空导弹，这种导弹名字又被称为萨摩二，但是最终只是针对单架战机有很强大的效果的防空导弹，对于在空中大面积轰炸是并没有太大的效果。为了弥补这样的情况，人们就想办法改进了防空导弹，那就是让它整片空中进行大范围的引爆，面积覆盖广，也能够杀伤大面积战机。之后改进中又发明了 V760， 这种武器杀伤力十足，重量也很重，而且它爆炸相当于15000吨的 TNT 在空中同时被引爆。在苏联能够拥有如此强大武器的情况下，美国也不甘落后，也发明了类似防空导弹。我们国家自然也是拼命的在后面追赶，其先锋号大炮就是这样诞生的。先锋号大炮是我们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研发的一款超级高射炮。这款超级高射炮的威力显然是巨大的，在设计之初就是为了向近地轨道发射核弹头，然后利用核弹头的爆炸产生威力来拦截进入我国领土附近的近地飞行器或者敌方的洲际导弹。先锋号大炮是我们国家第一款核大炮，该炮的性能非常的优越，因为在1966年到1968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而且在以后的改进之中，先锋号超级大炮炮长为26米，重为155吨，能在74000米高空打击敌方的核弹，而且它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且爆炸影响的范围非常的大。所以说这款先锋号大炮虽然它的建造历史比较早，但是我们国家第一款核大炮，也让人觉得这款武器太疯狂了。先锋号大炮在1980年时被取消。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由老兵说武器剪辑完成，我们下期再见。